哎，不是说打牌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就是啊、赶快打个电话催一下。都开好脾气等他回来，现在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打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小杰啊，什么事啊？文浩子，你不是说今晚回来打牌的吗？怎么现在还没回来？哦，好啊，你们先玩吧，我等一下回去。嗯，那好，等你，不要太晚了。嗯，拜拜。拜。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刚才我们说到哪里啊？哎，浩子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不管他啦，我们先打去吧。这个道具。那个白我不要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又打牌又喝酒，这种东西让人家看到不好啊。不是不是。漂亮。嗯，二十万。怎么够啊？这个加多一点。妈的，没我的，我都没喝啊。这上下全都是你的。啊，不管他，我们发牌了。来，开始开始，先斗地主吧。嗯，管他。哎。哎，怎么又是我输啊？贝贝。要是耗子在的话，就不是我了。那可说不定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妈的，又停电。有没有蜡烛？应该有吧，应该有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这个月第几次停电了？真是到了。哎，你不是有那个充电台灯的吗？早就坏掉了，这个质量一直都不好。来，继续吧，继续继续。不要打了，太快了，我还没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小杰他们呢？啊，志伟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昨晚他们三个点着蜡烛通宵打牌，可能太累吧，他们都趴着睡着了。半夜的时候，蜡烛被风吹倒，烧着了纸牌，纸牌又烧着了桌子。Thank you.
谁啊？417有个共同位，你今天就搬过去吧，先签个名字。谢谢阿姨。你们好，我是……不要说了，都知道了。听说昨晚他让苏克人等他一个晚上，自己却出去玩了。肯定出去鬼混呢、啊，把一个几十人都克死了，真是灾星。再不要待在这鬼地方，我晚上老是停电，操！这还不止呢。到了晚上12点，那边都会有敲墙的声音。So ga， 别再说了，想想都会毛骨悚然。都是因为这个人。这位同学，你在这干嘛？那么晚了还不去睡觉啊？鬼，有鬼。这是你的同学吧？你看一下他怎么样？啊，好，谢谢阿姨。胖子，怎么这晚还在这里？我赶紧回去。我听到敲墙的声音。敲墙的声音，可能是3119秒关。
风吹窗，然后窗打墙的声音吧，不要想太多。敲门声，可能是有人恶作剧，你可别太多了，恶作剧。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我看到他们了，谁呀、啊？鬼，鬼，喂，我看到鬼，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来了。没有啊，幻觉，你最近太累了，啊，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带你回宿舍休息吧，没事的啊，睡了一觉什么都没事。